我们将花朵用细铁丝固定到花茎上，最后缠上胶带，缝上花萼，完整的一束花就完成了。所以，下面我们除了学习花朵以及花萼的编织之外，还需要学习花束的制作。我们先来学习花朵的编织方法。我们来看一张图纸，花朵一共分成五圈。 通过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从中心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，涉及到的针法是长针、长针的加针，以及短针和锁针。前四圈全部是长针和长针的加针，第五圈花边用的是短针和锁针。下面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 首先，我们来起针。这里用到的是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粗线作为演示。在正式编织之前，我们先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。 用拇指与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。把钩针放在线的右侧，往下逆时针绕一圈。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来。 我们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，套在钩针上。起针的这一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线头。我们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来，一针锁针就完成了。这里花朵部分，我们起五针锁针。二、三、四。 五，全部完成后，我们挑起第一针锁针的外侧半针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一针锁针就是一个辫子，也就是 V 字形状的两根线。我们挑起第一针锁针的外侧半针，穿入，引拔结束，将线勾出。 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我们来钩第一圈，第一圈全部是长针。我们首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。 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，我们在第三针上扣一个记号扣。接下来，我们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开始钩长针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锁针环形起针之后，中间会有一个洞。我们这一圈全部在这个洞里面钩长针。 长针的钩法是绕线一圈，穿入对应的位置，将线钩出来。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我们绕一次线，从前两个线圈穿出。钩针上还剩下两个线圈，我们绕一次线，一次穿过这两个线圈。 一针长针就完成了。我们继续钩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绕线穿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，再绕一次线，穿过钩针上剩下的两个线圈。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针长针，一二三。注意，起立针是算作一针长针的。这一圈我们一共需要钩十六针长针，我们继续往下钩十三针，一。 二、三、十二、十三，全部完成后，我们穿入记号扣的位置，引拔结束。 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不算一针，我们拉紧引拔的这一针，也就是这一针，这样这一针就不太明显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我们来钩第二圈，这一圈需要加针。 我们在上一圈长针的针目上都钩两针长针，针目代表的就是对应的长针右上方的辫子，也就是这样的两根线。首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在第三针上扣记号扣。 接下来，我们在同一个位置钩一针长针，起立针加上这一针长针，就相当于是长针的加针，对应的是上一圈的起立针。 接下来，我们在相邻的长针位置继续钩长针的加针，挑起对应的针目，钩两针长针，一、二，长针的加针就完成了。 这一圈，我们在每个长针针目上都钩两针长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，我们将这一圈钩完。还剩最后两针。 钩完了最后两针长针，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穿入，引拔结束，拉紧引拔的这一针，引拔针一定要拉紧，不然很容易会多钩。这一圈结束之后，针数是三十二针。 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钩第三圈，这一圈同样继续加针，在上一圈每个长针针目上钩两针长针。我们首先立三针锁针，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在第三针上扣记号扣。 接下来，我们在同一个位置钩一针长针。这一圈的钩法和上一圈是一模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不继续往下演示了。大家注意，最后引拔结束之后，拉紧引拔的这一针。第三圈结束之后，针数是六十四针。 每一圈的针数都是上一圈针数的双倍。第四圈的钩法仍然是继续在第三圈的基础上进行加针。大家在这一圈开始之后，钩完三针锁针，记得在第三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，拉紧引拔针就可以了。 第四圈结束之后，针数是一百二十八针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，大家按照每一圈都加针的规律往下钩就可以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前四圈钩完之后的效果，因为加的针数比较多，织片是有点卷的，这个很正常。大家钩完之后可以对比一下。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五圈的编织，这一圈是花边，由短针和锁针组成。我们接着线头的位置继续往下钩。首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下来我们在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。短针的钩法是穿入对应的位置，将线钩出。 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我们绕一次线，一次穿过这两个线圈，短针就完成了。我们再钩三针锁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完成后我们挑起下一个长针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。 接下来再钩三针锁针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一圈的规律就是在前一圈每个长针的针目上都钩一针短针，每个短针之间用三针锁针过渡，形成卷边的效果。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 一针短针，三针锁针。因为这里的针数比较多，我就不继续往下演示了。钩完最后的三针锁针，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短针针目上引拔，也就是这一针。最后再钩一针锁针，固定线头，断线。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第五圈之后的效果，有一圈卷边，十分好看。这里的线头，我们用钩针顺着织物的纹理收进去。 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康乃馨花朵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我们来学习花萼的编织方法。我们先来看图纸，花萼一共分成八圈，通过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从中心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，涉及到的针法是锁针、短针、长针。 和长针的加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我们先来起针，这里用的起针方法和花朵部分是一样的，都是锁针的环形起针法。这里我们起四针锁针，一，二。 三四，因为这里我们只起了四针，最后引拔结束的时候不太容易找到中心的圈。这里为了方便下一圈钩的时候找到中心位置，我们可以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。 接下来，我们挑起第一针的外侧半针，引拔完成。下面我们来钩第一圈，第一圈全部由长针组成。我们首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。 在第三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。接下来，我们穿入记号扣的位置，钩长针，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 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，再绕一次线，穿过钩针上剩下的线圈，一针长针就完成了。